这没事。裘胭脂，近两日的刺客真的与你无关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刺客为何知道我们今日出宫，且会来这家酒肆？你怀疑我？那你又为何怀疑我呢？你回宫。 什么？刺杀陛下？姑姑，您能不能把这药帮我解了？要不然我浑身无力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谢谢姑姑。近赴3日可解。还要3日？若非必要，这几日就不要出宫了。姑姑，那裘胭脂说。 并非他所为，你信吗？裘胭脂说的话，半个字都不能信。对，我也不信。很有可能是裘胭脂故意做的局，为了博取陛下的信任。恒安城全是他的耳目，怎会有人敢轻易的刺杀陛下，而嫁祸降旗营？所以，必是裘胭脂的迂回之计。 定是紫衣局自己唱的一出戏，以博取齐燕的信任。紫衣局虽是天子近侍，但齐燕却是靠着出卖先帝登上宝座。对于效忠先帝的程曦来说，齐燕是仇人。程曦将自己的侄女推出来当执剑人，再安排几场刺杀，让程若愚跟齐燕生死与共，建立感情。我要的不是推测，是证据。 就半点线索也寻不到吗？我们盘问了街上所有的人，他们都说跑进了一个巷子里，可那巷子明明是个死巷，藏不了人，也没有第二个出口。还有那些衣服刀具，查了半天，最后出自神采郡。公公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大怒。爹爹还不知道。他要是知道，你就惨了。 此事不是紫衣局所为。程若愚现在武功尽失，紫衣局就算想演戏，也不会选在此时，否则很容易露出破绽。没错，程曦那条老狐狸不会如此冒失。所以，是幕后之人在挑拨，他想做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今天什么日子？2月初9。 距离2月15，爹爹的寿诞不远了。陛下，楚国公交代，他59岁寿诞不必大办，只需同陛下和几个亲近的大臣们喝杯酒就行。 还有，楚国公说了，这2年年纪大了，身子也健疲了，就特别想看年轻人好好表现。若能请紫衣局的姑娘们来跳上一支剑气舞。高公公，我们紫衣局乃天子进士，若想要看歌舞的话，去找歌姬舞姬。石建仁这话说的，当年公孙大娘何等人物？ 不也得在千峰节时登台献艺吗？那可不一样，千峰节乃大兴皇帝寿诞，岂能与家奴混为一谈？安之，在，还没有教你侄女说话吗？ 去回义父，朕知道了，定会妥善准备，不让他扫兴。是。